我就一块也挺好，你就一块腹肌，全身上下都有腹肌，不好，到底是一块还是两块？两块还是一块？咱也不知道。小燕有男朋友了吗？没有，我要有男朋友我就不会在这儿问那小帅哥都有没有腹肌了，六块还是八块。欢迎 CC 哥，欢迎你，这粉丝咋卖？我粉丝不卖，一个都不卖，就一块，数都数不过来，那估计是五毛五一块，那就是属于五花肉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就属于行走的五花肉了。文案很撩人，私信让我滚。谁让你滚了？差一级就可以加团了，加群了是吧？这是什么歌？思念锁心间，思念锁心间。墨镜帅，谢谢支持小燕的所有家人们。我有几块腹肌？我不需要。我除了肚子大点其他都还好，啥也不说，那心脏的五花肉是吧？